我哋做嘅时间咧，双脚要企稳啦，身体保持平衡，眼向前望。做嘅时间，后腿慢慢由外边转到内，还原，转脚，再做，外边转动到里边。我哋呢个动作咧，要注意嘅事项咧，就系当我哋转动嘅时间咧，避免失去平衡而跌低导致受伤嘅。另外一样咧，个脚踭落地嘅时间，避免过分用力导致受伤。